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讲，在你今日大家嘛较早，现在去荷兰三个再来看，以赛亚书32章第二节，人主啊，你都要亲像埃及王法老最爱歌讲，以前你伫列国中亲像枭雄的狮，现在你却亲像海中的大鱼，你冲出江河，用脚惹动浊水，和江河滔滔，鱼冲出江河，敢会当活偌久吗？现主持是一个素食文化。逐个人每一日的生活拢非常的紧张，生活中间敢若冲冲冲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有发觉无？有当时阵计划总是赶袂着变化，咱有感动，咱就马上行动。但是迄是一款的冲动，咱敢若烦恼有感动，但是有当时阵，什么代志那个拢总无发生，咱敢若参与活动，非常的热闹，却无有长久，结果冲动。伫茫然、懵懂的孤独的中间，造成了无不堪的后果。兄弟姊妹，行动是应当对准着上帝的呼召甲时机，是伫信心的内面最对的代志，是对上帝开始。时机若到，快速跟对上帝的脚步。如果时机若未到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事就真难得来成就。听候是行动中间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当咱的情绪欲望平静落来时阵，真济的想法被圣灵过滤了后，对着代志会轻重缓急的看法，有当时阵甲原先的判断就会无相像。一寡咱认为应该马上去做的代志，立刻来当解决的难处，但是经过着听候了后，可能毋是遐尔急，嘛毋是遐尔严重。一寡叫咱感觉无法度来处理，并且非常烦恼的问题，真奇妙的，伫听候的过程的中间，突然间那个挖一个弯，真紧就有一个新的方法甲亮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行动是对准着上帝的心意，离开了上帝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那安尼咱家己都要负责。当上帝呼召咱来做的代志，是上帝来负责。所以，互咱毋通亲像鱼冲出着江河，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恳求你，互阮学习安静听候伫你诶面前，知影你有陪伴，你有带领，并且互阮有一个敏锐诶灵，察验着你家己诶心思意念。恳求上帝带领新诶一日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甲你诶一家。